学生在台上精彩演唱，台下的评审和观众也起立鼓掌拍手叫好。老师和家长开心挥舞着国旗，彰化大村国小学童远赴波兰参赛，决赛靠着一首自创歌曲打败意大利、立陶宛等队伍，获得最佳合唱团体 Grand Prix 首奖，以及爵士流行现代儿少组金奖，双金入袋。在捷克库伦洛夫快闪演唱以及维也纳莫扎特雕像前街头开唱。大村国小33名学生在师长陪同下，14号出发前往波兰参加克拉科夫国际合唱大赛，获得当地民众热烈回响，更一举拿下双金。学童们开心欢呼，老师和家长一度激动落泪。虽然过程很艰辛，但我们还是拿到这次比赛的总冠军。我们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，最后我们终于得到了冠军。学生这回能到音乐之都维也纳以及波兰圆梦，还拿到好成绩，留下一辈子的精彩回忆，同时也为国争光。记者金维中、王柏英彰化采访报道。